动了一瞬间吗？蛤蜊本来就会动了。哎呀，不要拿，不要拿，不要拿！你拿的话，它就会缩进去了。哦。它们会动，而且还会露出那个舌头，在那呼吸喷水，很大颗。它们刚刚摇屁股哦。你看到，看到，看到，没看到？摇屁股，摇谁呢？摇屁股。对，它们会摇屁股，会想要躲进沙子里面，会摇屁股。哎呀，让他自己用就好了啦。没关系啦。是哦。我是沙子。来，这是大河，你拿在手上，拿在手上看一下。这个是我挖的，我要。小心。来，这颗是最大颗，是不是？嗯。好，来展示一下多大颗。啊？跟手掌一样大，对不对？超大的，很厉害哦。这个大可以吃很饱，不过我觉得还是放生好。哦。它的肉